前边的水。21，樊迟从游于五鱼之下，曰：“敢问崇德修特变火？”子曰：“善哉问。”先是后德，非崇德于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，非修特于一朝之愤，忘其身以及其亲，非祸于。22，樊迟问人，子曰：“爱人。”问之，子曰：“知人。”樊迟未答，子曰：“举直错蛛网，能使亡者直。”樊迟退，见子夏曰：“相也。”吾献于夫子而问之。子曰：“举直错蛛网，能使亡者直，何谓也？”子夏曰：“复哉言乎？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高尧，不仁者怨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怨矣。”23，子贡问友，子曰：“忠固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吾自入焉。”24，曾子曰：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之。”